对了，兰姐，您要他做什么代言项目呀？什么？哦，你的 boyfriend 对吧？哎，我跟你讲哦，现在啊，不是流行那个男人也要管理好自己的身体吗？哎呦，侬真的不晓得，巴结我果断的看出了里面的商机，乳腺增生的几率哦有多快？乳腺增生。所以，宁先生，只是个检查，没别的意思。到底什么检查啊？非要让我脱衣服？彤彤，给我住手！到底什么情况？李小姐，咱们的项目都是请了国外的专家，非常的靠谱。我们只是想给宁先生做一个男性乳腺增生的检查，好让代言者对咱们的项目产生信心。你千万别误会啊！什么情况？啊？乳腺增生？